不对？那你们全部都是同学吗？我学长他们。哦，他们是学弟。那你们是淡江大学的同学吗？圣约翰科技大学。哦，圣约翰科技大学，但是你们是住在淡水那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么一个 idea 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吗？有这样子很可爱的道具有没有？哦，就是平常练舞的时候还是。练舞的时候记得造型。那请问一下，造型的时候都是使用呢哪一个品牌的发蜡呢？ Gatsby。 没错，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？好的，我想哇，你看真的平常都有在使用。好，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淡水霹雳舞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要邀请的第二个队伍要